极光一直都被解说称为天才选手，春季赛的时候大家就让张角把一诺换下，让极光上去试试效果，但就是没让极光上场过，这一点张角不如月光，至少月光让大名单上面的所有选手都上场了。虽然张角确实是换上了极光，但是第一场比赛过后，很多玩家反而觉得这是变相让极光坐穿冷板凳。三场比赛结束后 AG 拿到最后的胜利，有些玩家又反过来说极光就是比一诺厉害。不得不说墙头草真的多， AG 跟 WB 青训第一场比赛，极光的状态确实很不好，但易安的状态却很好，这两个人却还是依旧被玩家吐槽，易安只懂得给自己保 KDA 站位，那么靠后极光则是比一诺还会掉点。如果不是 AG 后面顺利赢下了这场比赛，应该没有玩家会让极光继续首发，毕竟连发挥特别亮眼的易安都被吐槽，更别说表现不太好的极光。为什么有些玩家对易安跟极光不待见呢？其实大家应该都能够想得到问题所在，一部分不待见他们的玩家单纯就是为了黑而黑，另外一部分玩家则是不希望他们表现太好，从而彻底取代阿泽跟一诺。夏季赛张角给选手的安排就是谁实力更厉害谁就能够首发，包括一诺都要竞争上岗。那么易安跟极光的表现越来越好，阿泽想打比赛就只能转会，一诺就只能等待机会回归，因为 AG 不可能把一诺给卖掉。虽然极光取代一诺首发上场，队伍同样是赢下了比赛，但是打 WB 青训跟 V 一队明显含金量就不太一样，极光换上场后队伍打 WB 青训都变得这么吃力，甚至是差一点大顺风输掉比赛，可以看出极光上场的磨合度确实是不如一诺。不过正如一些玩家所言，极光也需要一些时间磨合，但我个人觉得 AG 缺少时间，如果极光的磨合速度很慢，夏季赛还是固定让一诺首发会更好，极光可以让他等到明年春季赛，